上次的姑娘约我看电影，结果猴子，猴子，我说你回来，我问你这两天干嘛去了，腿怎么样了？打电话不接，发消息不回，对吧？我不就是误会你了吗？怎么了呀？咱俩有联系必要吗？我承认是我的不对，但我不找你了吗？对吧？我找你了呀。你知道被人误会什么滋味吗？亏我觉得你还不错。好的，你给我个弥补的机会好不好？你等我会儿，好吧？你等我会儿啊。给。我等你半天，你卖去搞去了。我正好想吃了，我给你带一个呗。吃一个。有病。哎，你吃一个就当原谅我了呗。不吃，谁说我原谅你了？吃一口呗，挺贵的这玩意儿。不吃。不吃啊！你别吃，就当我犯贱啊。我刚才明白个道理啊，就我拼了命的我想去得到你的原谅，我承认自己的错误的时候，你一点也不领情。哎，等我不想去承认了，我不想让你原谅我了，你现在来找我，就像那个雪糕一样嘛，对吧？掉地下了你才知道捡起来，觉得可惜，何必呢？对吧？对呀，你说的对，人就是贱嘛。我也不知道什么人，我也不知道什么样的人。行了，其实我没有那么生气。那雪糕掉地下了，吃一口不嫌脏。我都表明态度了。表明态度啊。我想想，接个电话啊。喂。大家好，大家好，你在哪儿啊？不好意思啊，这个有点事儿去不了了。啊，可我都买完票了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你吓死我了。我都听见了，我说什么来着？渣男。哎，不是，你看你又这样。哎，怎么吃醋了？哎，你是不是喜欢我呀？